感谢这个好朋友打电话来鼓励我，叫我一定要放下，但是在拄着啊，爱放下。当然啊，我一定要放下的啊，因为即卖立法院搁开议啊，就一定做些代志，我较无法度当放下。但是亚平就较无法度，伊咧厝内就无代志，啊朋友卡内底靠我呼呼叫，真正伊即款咧，即秘书敢若去挂你的心头肉，赶快挂一个去啊！所以，甲亚平，甲加油一下好唔好？甲各位报告，进前媒体啊，常常咧讲讲我身体无好，啊，常常咧走病院，去用翕着头翕着，其实无啦，小中风而已，系啊，因为伫厝诶吼，就我安尼一病安尼尔。啊，但是遮啊有脱掉诶，尾啊去检查有脱掉诶，即颈动脉遮。啊，医生甲讲，诶，奇怪，即颈动脉遮是主导即个脑部三分之二的，遮脱的应该一个倒落，奇怪，你哪会无代志？尾啊去检查讲，哦，你足厉害的，你虽然在主动脉遮脱掉诶。但是伊肺会当胃边啊，细条迄个肺梗安尼走出去。伊讲你现在干那秘书干那高速公路路塌路，你塌车，啊你全胃干到落去，吼直直去，真牛。伊讲吼，像这款的一般人得倒落啊，啊因为可能你是真好的人啦，啊好人有好报啊，能叫。所以。拢无代志，甲各位报告拢无代志。啊，因为一寡代志拢一连串直直刷落，到阮第二个啊过星期，啊足侪好朋友啊，感谢足侪好朋友打电话来鼓励，叫我一定要放下，代志咧拄着啊，爱放下。当然啊，我一定要放下的啊，因为即卖立法院搁开议啊。就一定做些代志，我较无法度当放下，但是亚平就较无法度，伊咧厝内就无代志，啊朋友卡内底靠我呼呼叫，真正伊即款咧，即秘书敢若去挂你的心头肉，赶快挂一个去啊！所以，甲亚平，甲加油一下好唔好？我啊各位报告，咱今仔日。是咱沙田埔竞选总部的成立，我希望各位咱沙田埔，尤其咱沙田埔这区，咱已经所有的票一定要开了足好看，我各位拜托，新北市已经十七年民进党唔捌赢。十七年啊，你甲想看嘛？我希望当像进前选的刘锡坤，差两万几票无条，安尼无。大家良其实也是我的好兄弟，也是这个刘院长刘锡坤的这个子弟兵，真正子弟兵嘿。啊，你也知影，大良最近也去拄着。因丈人啊，过身去，你选举拄到这款物件，心情一定原来出怪，但大家拢知影，因为我家己原来知影，对不对？所以，我希望家良，而且，家你拜托，你赶快跟我赶快，我那爱放下，所以心情较无好，那个家良，那加油一下，好唔好？啊，加油一下好唔好？好，我画加油，啊你画加油，安尼好唔好？林加油，加油！林加油，加油！林加油。